那我先走了。
的这个轨迹。对啊，我要努力的走。是速度的右边。好，拉拉拉拉拉，拉拉拉拉拉。好了，来来来。超过了，你有动力了。哪里啊？啊？哪里啊？现在没有，再来啊！你都到我前面了，我要怎么拉你？还是就从那个速度来，等一下跑一小段好了。也可以啊。叹气，完全干净的，有在动吗？有，对，thank you.
会不会很痛？左边这一段不知道会不会很短，先走左边试试看。对啊，你刚自己说左边的，突然就自己往右边走。不是，我刚刚是说右边，然后下面有个灯往左边，不是这里。不过没关系啊，这里先试吧。松吗？因为哦，一样啊，左边右边接回来。我是说，这个灯的柱柱走左边，所以我们只会有这一小段滑过，就是这样。OK 哈。正前方有个灯柱。这个灯柱的左边有个人在那，走那条路，就这样而已。我只是大声跟你讲，我根本没有凶，好啊。雾雾的，你用树木检查。对啊，就是这样而已啊，只是前面不知道会不会要推一小段，不知道，雾有点大，现在连灯柱都看不到了，有一团雾跑过来了。是雾来了。不错滑，不错滑，接着直冲看看吧。我这里陷在雪里面啊，动不了。超松超舒服，不用用力，对不对？不用用力啊，直冲直冲，让它慢下来就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其实也还好，都被你吸掉了，还好吧？应该就接回那个绿线了。是啊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一直直走的话，就会去第二壁。
然后右转的话就会去绿线。第二 B 我们不用去第二 B 啊。对啊，我只是告诉你。好了，你看到前面的左边就是那个绿线了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交接的地方。平常我们都从左边来啊，然后上面有个湖弯过去，在上面那边，接着往那边一直接回去，所以现在右转就是那个绿线，这个人冲下去的地方。没有要啊，我只是慢下来而已，因为那样子比较平啊，就会慢下来了。嘿，这里雪雪，所以我们还是有滑到这一条。嘿啊，今天把这一条线补上了，而且这条线可以一直玩，轻松的啊，而且雪就厚厚的。不滑右边吗？什么叫右边？记得右边啊。那边的下面有滑一太平的，就是那边沿路滑，我猜感觉差不多。但是这下是这边吗？我是说，在这个柱子的右边还有一条线，它一直都是斜的。但是这下面我猜，我觉得它可能太平了，就是连接回来的地方，我怕它太平。但是就是有东西没滑到，想要都滑完啊。哦，好啊，那下一次就滑那个好了。那就坐那个有脚踏的缆车，那就直接可以下。可以啊，我来松雪区玩玩看。休息一下，好，继续。没有啊，怎么？没有，那表 那这是第二个下来的地方。我刚刚嫌怕太平，是右边下面那边很平，所以我们可以。下到一半又切回来，对啊，好。
本日はご来場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客様および従業員の健康と安全のためお願いがございます。マスクおよびフェイスマスクを必ず着用し、別のグループの方とは間隔を空けて、那里有一条路啊，然后 我怕下面太平了，就是那条黑线一直往右靠的话，一直接到这，在这里突然变很平，我不知道会不会不大行。建物内にお立ち寄りの際は、手洗いや消毒をする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施設やレストラン内には消毒液をご用意。在这个橘色围起来的区上小上课吗？上课呢？团体班呢？好可爱啊！围住了，永远跑不出去，不会有那种一转眼有个就不见了。刚刚叫雪饭的客人，请等一下，你的雪饭会上来的。上广播的。もしてください。听不到，但是上面的客人那个服务员会听到，只有叫他等一下。不过他会叫前面雪板发达到，没想到他就挂在墙上。也是个方法。
就是它这个有跳起来。嗯，我看一上去哦，一上去就直接下了，很好。休息休息。这种轻松轻松天，偷偷下黑线。天气好就不敢来了。天气好都写好，不是冰都可以下。那个我记得就是那个。心理压力太大。Giant 就是这个样。Giant 还好。Giant 有第一次去都是冰啊，还是第二次去？为了吃冰果饭。对啊，第二次都是冰，我想起来是第二次。我现在有点忘记小姐，我记得很可怕。什么的脸？小姐的脸啊。哦。年初年底，隔一年去，差不多。是真的要去到家园吗？对，吃冰果饭。不然干嘛买全三千？没有啊，你要划那个什么一支啊什么的，都要全三千啊。是啊。但是，家园就这么一道吗？对，就只有一道。对啊。它就是这个陡度。你就算好午餐时间过去吃饭的。一路滑过去就午餐了、啊。一路滑就是耗时间耗很快。但我们应该是看时间呐、啊，如果四小屋也有开的话，我们应该就是沿路上到最高四小屋，然后一路滑滑滑 滑到，然后我猜还没到午餐时间就到了。而且午餐吃苹果派，奇怪。就东西正餐加苹果派。嗯。我记得，我怎么记得赖明华点的咖喱乌龙面，然后就是牛肉还有肉丸。我忘了。有沾一点点哦。你也有一点点。下面。下面风没那么大，所以沟坡温度又渐渐上升，变成有点容易粘的体质。然后刚刚上到底，那个风狂吹，吹到它直接 Q 片。因为我都熬夜，我的方向。方向。对，有一次看地图，我已经在柱子的旁边。看地图在柱子的旁边。看清楚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一个柱子的风一阵吹过来，然后我就有点会迷走，我就搞不清我方向，然后一滑，柱子到了。你不知不觉就差个字。因为就，而且我连自己在滑的速度我都搞不清楚，风在吹的时候，所以我不知道我滑到哪里去了。嗯，不过也就在柱子旁边而已。你没看有个看起来像是先生的，就一路啾啾啾冲过去，冲去柱子、啊，冲是去柱子很外面。是不过那边应该是安全的，对啊，好像是行山岩，他可能是故意岔一下。厚厚的雪哦，你看好厚、嗯、看得出来很厚。趁着这个样子，好，观察左边的路。我刚说怕下面太平的，这个一路滑到下面，感觉有一点点平，还是一路走到底。总之会看到缆车就对，看到三条缆车之后。是走这吧？就是走这啊。我们上次下来是走这。就是走这啊。就一路跟着缆车走啊。然后在这里就要决定要切回去还是不切回去。又一个人在那，最陡就上面那一段吧。如果不大想动的话，斜切到最右边就没事。他只在休息而已，好松。看清楚哦，很棒。怕三十的不要靠近哦。你也要看清楚。可是插的明明就是这种竹竿，你还以为它是编制，还想去插？哦，没有啊。朋友也很厉害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都很勇敢。左边跟右边。很勇敢，真的勇敢。是右边下还是左边下呢？右边那边，左边下有点上。右边下会看到坡度。
我们刚刚在这个树的右边滑下来，然后这次会投树的左边，然后要不要切回去呢？哎，不对，我们就是刚走那吗？你看，你看你的右后方那个灯柱，我刚刚都是看灯柱，那里也有个灯柱，我们好像在第一个灯柱就选择往左了，所以那边也有一条路哎。好，我们这次走右边那条，现在有人在滑的那一条。你这你还是下温度计的左边。对啊，同样的下。哎，灯柱到底哪个是灯柱？哦哦，你说从这边下，好啊。现在只有温度计的右边哎。我们刚就是直直走啊。温度计左边还是右边？这是右边吧？这是走走缆车这边。是右边嘛？温度计的右边嘛？面对温度计的右边嘛？那是好，脚交。直接不用走那么远就可以退了。这次我们在力网的右边。啊，这是温度计。一样啊，我只是告诉你有力网。刚我们走那边，这次走这边。啊，加一度了吗？加了一度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直的差吗？拉大拉筋。力气的问题吗？对，我脚筋筋脚筋到底老是可以。你是用惯性吧？对啊，那我就说那一股劲儿吧。我没办法，直接举困难的，不然你就不行了。我相信之前我们不行，而且我们第一天也不行，是滑着滑着力气加大以后才可以的。滑着不行啊？渐渐都可以，你因为通常左脚比较有力嘛，所以你刚左脚可以，之后渐渐的你右脚也会可以。都是哎，管他的。真的、就是练习不要扑倒哦，这样子然后转个弯过去。双脚松松。还可以往上冲呢，有那个冲力在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在滑的这个时候，这个滑法就不会很坚持，一定要哪只脚踩重了。你可以用斜切法，切到右边就好了，倒没差。这里就不倒啦，对啊，然后又可以切，反正一直用切的就变成不倒啦。向正前方看又是一个，等一下先切到左边一点，
切超远。再切回去，这样一直切一直切，左切右切啊，没有切回去啊，走右边啊。怎样？啊，你没有看到他超在那里吗？哦，岔到了。对啊。哎呀，好软、啊。哈哈哈哈。没有，没事。这个往前凸哎。哦。他往下岔的那个角度很好笑。哈哈哈。你松的是右脚齁，滑这个踩法很像雪板，反正你现在左脚就脱掉好了，因为等一下也是要穿右脚先啊。好，那第二个方法你也想办法转成左转，你有办法转向的话就转过来就好了。啊，不是，你现在右边转左边，左边转右边。拔得起来吗？很松啊，这边。就是在这里滑，要担心的不是太快，要担心的是插进去。所以我都会两只脚轮流提起来，让它可以浮起来。刚刚踩好的地方要左脚跟右脚。哎，很刚好啊。你有看到我摔倒的样子啊？我好像有看到，我是说我不确定我们录到。太深了、喔、没有你这样右脚是上不去的，你的右脚是上不去的，因为踩线了，所以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左脚踹它几下，踹深一点。哎、欸，你收掉的是右脚吗？啊，那我给你错误的建议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很好。我们往前拉长一点，好啦，往前一路切过去，然后再切回来。这样切总该很安全了吧？不是啊，那这样我刚刚没有滑错啊，我是左脚穿的，然后前置的那一脚踏进去。那只脚要稍微抬一抬，抬一抬，抬一抬。啊。是啊，要帮我先拍拍手啊，你帮我检查一下包括什么。哎、欸，好啊，越跑越远，我也会越跑越远吧。嘿啊，我们没办法控制那么精准啊。你斜滑差不多就来了吧。稍微左脚轮流踩一下就会过来了。我怕我过去戳到你小腿。一定会下去的啊，你应该在我下面才对啊。关系，我来了。啊，好，帮我检查一下。还好呢。看到吗？有没有要把那个灰拍一拍啊？动啊动。那个动还好，那是积雪，不是陷进去。把它拍一拍。你的耳朵都是雪。因为我刚刚好像要整个脸敷上去了。鼻子，哦，手好冰，手好冰，放一下。口
口罩不要摸，其他你都随便看。你 GoPro 也要摸一下，看好，等我，等一下就弄。好，差不多。我不会还有在我下班吗？有。上面充满了冰跟雪。很后悔，很后悔。啊！这样才好玩。滚一滚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啊，进不去，出不来。这里超火，这里很脏。滚一滚。这里比较陡呢，这里是最陡的地方。我要切回去，我要从左边下。啊，不是右边啊。没有，这一根缆车，我快放到你上。这一根缆车的左右。我说那边很，那边下面也有棒棒啊。这一条缆车左边也有路，右边也有路。右边这个是比较陡的下巴，左边是比较浅的下巴。你要走哪边啦？好，而且这边好像障碍物很多。就是你刚刚说那边好像比较窄。嗯，对啊。动不了啊，动不了，动了。好深啊。翘太高，翘太高 OK 啊，收起来。我是说地太那个，它几乎都已经降了。啊？这地太高了。嗯，轮流稍微轻踩轻踩，保持平衡就好。继续下吗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切到右边去，这边的右边还有路。不要，它刚刚很多是放牧，还没过。没有没有，大家切到柱中间就可以了。接着就可以转回来。我现在做第一，我最好是到了。可以啦。这里没有障碍啦。这里很安全啊，你可以继续前进，可以继续滑，没关系。没有，两边都可以，下面已经不陡了。你看那里还有两个人在顾棒棒，都很安全，就轻松滑啦。不要，呵呵。你说那个洞洞吗？喂，啊，你说洞在哪？啊，又，我看到了，过头了。好啦，咚。小心一下，不然有。哇，挺危险吧？
是怎样？你要撞网子吗？都会松松的。你快走啊！哦，是哦。你这样让他等一下，我们又要超过了，这样。好。你在那里反而造成他的压力。哦，但是我就站着不动啊。一样啊。你，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我叫你先，你滑滑看。要先啊。你就对了嘛。呵呵呵呵呵，啊！你说说看啊。我站在这里就是强迫你要往正下滑啊，这样不就会让人紧张吗？嗯哼，这真的很辛苦哎，这个。嗯哼，我已经掌握在这里轻松的滑法了。真的，我还没。大概就是不要往山上躲，然后就一直平滑就对了，然后两只脚稍微提起来提起来，然后身体重心不前不后，然后随时应付忽快忽慢，然后稍微半蹲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下的话就真的直直朝下。啊、你要什么？因为要点很多，又要怎样要点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不要躲，然后下的话，把这个当绿线，只可以直直往下，没有关系。本日はご来場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よび従業員の健康と安全のためお願いがございます。マスクおよびフェイスマスクを必ず着用し、別のグループの方とは間隔を空けてお過ごしください。咳や横滑横滑一直滑一直滑滑到满意。建物内にお立ち寄りの際は、手洗いや消毒をする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施設やレストラン内には消毒をご用意しています。体調が悪化したり、気分が作れなくなった場合は、お近くの…また、怪我のないよう活動には、Thank you.
还小，插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太小，太小。还 OK 吗？没有，我坐下，我坐下。你还好吗？你刚刚很痛哪里？啊、你刚哪里很痛？就是刚讲啊，我就是受伤那个骨头，因为他为了脱掉雪板的时候，他是硬撑了一下。用力了一下。然后雪板在脚，所以我就很痛。嘿。我这个点不压都还是会痛。哎呀，用力的话，那个人就这么走了。哪一个人？这个人切回去了。难道下面比较难吗？我们也只能继续滑啦，调整一下，我好像这样休息之后太暖了，我这样坐着休息之后太暖了一点，所以我要调凉一点点。好的，yeah.
走那个棒棒的左边，也不是啦，总之这个是障碍物，避开就好了。就是往右滑到右边就可以了。我在你后面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不要插进雪里哦，下面那只脚随时要抬起来哦，不然会卡到哦。卡到啦。对啊。又卡住，有一点。因为我刚刚那样一摔，大起雾啊！大起雾吗？嗯。其实下面也很雾啊。电弄掉，然后就会比较亮。好像好一点。应该是很陡，是不是？因为我。觉得那个叉叉会造成我的心理阴影，我不如就选安全的方法，一直侧降就好了。是啊，盯住。OK 吗？你可以先走啊。啊，又挨，没力气了吧？没有啊，我是说勾货的，我就往后倒。没关系啊，相信他。我一直摔倒哎，没力气了吧？我已经停下来了，站站好好，站站突然我就摔倒。哦，应该是往后吧？对，往后倒。那顺着倒没关系啦。往后，往山下倒。往山下倒，要过头这样。哦，天旋地转。但是我觉得你那里有一个断层。
有一点啊，右边比较深，左边比较高。雾啊雾！哦，这段好，你就要休息一下。是啊。太累了。可是只能到 base 那边。啊？还是，坐长脚踩脚缆车上来，接着去那个餐厅休息。我觉得那里人比较少。哪一个餐厅啊？就是平常我们休息的餐厅。对啊。要不要？是啊是啊，就是休息啊，走右边比较宽比较缓。我也不知道。可以啊，不然那干嘛放叉叉？累了，前面啊，随时注意看左边有没有回去的路，随时滑，随时看。缆车也在那儿。无人，乘风破浪，小心啊！好，就是那个时候前后盯住，乘风破浪，前面越来越缓了，乘风破浪，啊？也没有，我觉得是你没力气了啦，这段越来越缓了。而且雪也多，其实还蛮不错玩的。啊？可以不用啊。嘿啊。5次6次吧。你都是后座摔，但是那个后座稍微盯久一点的话，你就会停下来了。而且，大冒汗吗？
我们现在已经离缆车那么低，很好，这里很平，转过去，双脚吸正，不前不后，不前不后，慢慢的转个弯，转过去，双脚吸正，身体不前不后，镇定，慢下来了，转个弯，好深哦，这边又更轻松一点了。开始要快可以直冲了，我有检查包括，还好，有一点点血站在前面嘞，你也一点点，这边可能要直冲哎，没事，你要抓住，那我换。到底是右边好还是左边好？其实对我来说是左边好。拉左边对不对？因为我右手可以帮忙。好啊。搞不好用不着拉，直直走它就有个速度了。有个速度。速度，要平了，加速加速，还可以吧。哇，回来了，上不去，加速加速。欸，要不要走右边 啊？要不要走右边？要不要回去我们的缆车？对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这边我们上不去。好，就这样哈。加速，加速。那可以去那边啊，加速加速。哦，这也不用回我们的缆车。对对对，加速加速。前面前面。你都有速度了，你冲比我快了，你等一下才会用到，是吗？现在就要用到了。
好了。好了。就美丽了，超热。等一下要帮你加防护吗？有有有有有。哈哈。讨厌。回去让我车轮休息一下。对啊，把水喝掉。哇哦好。我看看是几点了。7:10。啊是哦。我怕我看。那就是我们刚刚啊，从温度计旁边下。不是很快就切回绿线吗？嗯。然后好像有个第二个才切回绿线，我也不大清楚。好了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看它是不是这样画的。好热，好热，好热死了！我热死了，热死了，每边都在烧。有，没有浪费到今天的票。嗯，有黄黑蟹也体验的。滚了五次，然后。连站着都可以往后倒。我来帮你拍一张照片好了，实在真的很好笑。我怎么了？侧面吗？对啊，都可以啊。我来弄。枕头冰吗？还是什么？面罩冰吧。再看。好，长怎么样？回去再看了，回去再看。好，上面都是冰啊。欸、你是白胡子。往前倒，往后倒都倒过了，全部都沾满了。也没有到沾满，其实都没有什么沾呢、欸。现在身上多的是积雪。嗯，那个很难的，很辛苦。太厚了，直接就插进去，插进去。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一直在练那个平地加速吗？结果一样的 pose 在这里，就是稍微往前翘一点点，然后要避免自己踩太深，结果就稍微有效。还有就是我昨天有吐到，那个吐到的感觉到我知道好像快吐到了，赶快脚抬起来，所以就可以穿过去，感觉是这样。我看这个就是你说奇怪，怎么有人插这边绿线的旁边，不是很宽哎、欸，而且前面有一种视觉上的悬崖。刚刚我们在那边，
左下角，左下角，摔，一路摔下来。真的雪很大的时候滑这边，真的是练习那个松雪，穿越那个松雪的方法。而且真的很厚到需要练习。我有练到一点点。好摔一点。阵亡。而且好痛。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。但是可能回去以后要痛好多次。就是鞋子有扣好的话，鞋子是保护你的。啊，都积了，都积了。现在是。对啊，积得很满。好在路哈、哦、LED 看不到，有啦，红灯上是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在路，但是正面却是一个工具的 mark，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偷偷摸一下荧幕看看。哦，那个工具的 mark 就是说，好像按到了对焦还是侧光。总之它荧幕都是亮子的，我也不懂是什么。这样到底有没有在录啊？它写说自动，不对呢，你现在怎么是？啊，我没有录哦。等一下，他转过头来让我看荧幕。有啦，有在录啦。你要看哪一？等一下，我就是在看这一面啦。有，一直有在录，一小时五七分。而且我刚那么辛苦的要录起来，快摔死了，摔死。不对，我看，我再看一次。对，还是不对，还是他在播放。对，一小时五七分。因为刚刚突然五六变五七，我就觉得啥？那是秒数的话，怎么会是一分五七秒？后来一看还是五七，刚刚只是刚好变了一下。他是在播放。他是在录，因为上面那个红点在闪。现在有没有遮住？有点啊。有一点。又有了。很粉，很粉的。你就你自己遮点。一摸就沾一点。我这个好像很光滑，没有湿湿的感觉。好，现在走。走那个没开的餐厅的侧边，这边真的没什么人走。你看我们爬上来就没有。对啊，这里雪好厚，可以练哎。不过也许其他人觉得这没什么好练。下一趟要花一个小时。有吗？好像两小时，一小时花在这，应该我猜有四，对，快一小时吧。我倒是没有花到很多力气，还不错。而且他们就把那个牌子都插好了，棒棒也都你都 get 整好了，对啊。有人来啦，看他们用什么速度来滑，停下来了。哎、欸，他是雪板。刚一瞬间我以为他是 ski。就觉得速度很快。有人要下去，等一下吧。哎，就没有啊，也还好。等我一下，好的，可以。我小心你说什么我小心就是
不安心。这是真的很重，我现在是拖着鞋子在走，小腿在里面动来动去。太松。坏掉的是第三颗嘛，从下面起来一走。嗯。这好像也有点危险、啊、那你要到底买什么？但是到底什么时候买呢？你说寂寞再买还是先买好了。但是过年时间他们到底有没有开啊？要趁着你脚最粗最重的时候去买。没压雪，太深，雪太深。这里也变很厚了，一直在下。其实不是没有人滑吧，是现在我们都没看到人吧？没人。忽左忽右控速，不用推。那我们这样一直切过去好了。为什么？练习横切啊，板头朝下加速，板头朝山减速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切。然后顺便把插进松雪里面，感觉那种速度忽快忽慢。我们没有横越啊，路在那边呢、欸。然后接着可以换练另外一只脚。岔到两个树中间还是怎样？那就可以练习侧降啊。站没站稳，三倒。啊？真的累。好多人在这哦、喔，嘿，小都放满了。
对啊，今天人超多呢。有够多。有够多的。这一个，这一个，那里也有，没有，它是两个都是一个洞，看你爱掰哪个。哦，帽子里。你有脖子觉得冷冷的吗？没有，我有戴脖围，都挡在脖围以外了。嗯，对啊。你看，你这个拉链可以稍微拉下来一点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你这里面没有拉紧哎。我没有拉，因为太热啊，因为有那种脖围，所以太热。好了，哎、欸，这里还有，你再往下拉一点。好，赶快拉回来。好了。你也很多，帽子。就是降雪吧。啊，进去弄，屋檐下面弄。你说一边滑一边有雪。对啊。你帽子头往后。你的拖货上。没关系，那个它积了一堆雪，然后又结冰。小心啊！真好用。全身带粉，都是粉。这次就开大一点，我先下，我先下。拜托你慢慢下。不下很快。在录啊，在录。对啊，在录啊。那电有在冲吗？没看到。那要重插吗？感觉重插也没有。下面再检查一次。有啊，有在，直接看灯号就好。找不出来，你是怎？因为我怕我一抓只有八线。有啊，正在充电中。好的。51度。我来的那一天一月滑雪的第一天，19号也是51度。我来自北海道。好。好了，有充电了，他应该就不会靠了吧？哎、欸，你看我。对啊。也正在录了吧？对啊，在啥？对啊，应该不大。我的嘞，一点点，好了。你现在上这边了？这边啦。刚好这边过去吧。顺顺的横切了几次。
而且这里走的比较短。等一下有要去坐上去吗？啊？等一下有要坐上去吗？不坐上去，我再回到路上。哦，好，要。怎样？不坐缆车怎么回到路？是是是。他后来闪过了。哎呀！哎呀、啊，就这样多撸个几下这样。不用。啊？可是我没有忍啊，刚刚那个风都 OK 的状态下。不行耶。对啊，主要是风了。而且我已经先把帽子，我的不会有在我的下巴吗？有，嗯，难怪我下巴歪的。对啊，我也已经把，我有两种配置，一种是把头套缩到帽子里，另外一种是把它多拉出来。我现在属于多拉出来的状态，好像就好了。
赏枫。还是有点紧张。嗯，有一点。等下脚是已经撑得住，但是人会紧张。而且往后缩的话，姿势比较跑掉一点。所以 center 吗？先 center， 然后下来的时候一样。走到温度计那就对了，是吗？你要走到温度计哦，好。你不是收温度计那下去？对对对。那下面下去有左边、右边，你要左边还是右边？当然是左边啦、啊，先试一小段，那往左边之后就会回到我们平常。回家的路、oh. 我们回家的路不是有一个大往右拐吗？对啊，大往右拐右边那边不是有个汇合的地方？嗯，那你说另外一边我们都没走过，嗯，巨总那边 那个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等一下下来就会从那边下来哦，好、oh. 就是合起来的地方好、oh. 我觉得是啊好、oh.我不要滑平平的就好。等一下回温度计会很平啊？不会啊，如果从先腾那我回来还可以。没有啊，你之前都从中间先切下来的，那就需要拉车一下。但是那个比下面好，比餐厅前面好。餐厅前面是最累的。嗯，但是哦，那有注意一下，就是。可以绕到柱柱右边，那个是下方了，不是，我不要理你，你想错路了。不是，我是说回温度计之前，它有黄色保护的柱子，我们平常都跑走柱子的左边，渐渐的就会到，温度计要下绿线那边一堆人穿鞋子的地方，那在那里要往上爬，那你要是有能力的话，你就滑在我前面给我看就好了。嗯，就是那个没有开的缆车站，我们平常都走没有开的缆车站的，我们选左边那条路，其实右边也可以走，用个速度切上去。风很大，很大，很大。鞋子一直晃。哇，风很大，风很大。那天有把那女生的照片看完吗？没有，全看完了、啊。哦，没什么。她的哦，杨迪山，杨迪山有看到顶过吗？这今年？我不知道。哦。还没进入冬季，应该有吧。哦。还是啊，在还没有开始下雪之前，嗯，不知道会不会有。哦，就是哦，好痛，脚好痛，不知道。好痛！哪里？脚背上。左脚脚背吗？对对对，不知道怎么突然。雾成这样。咻咻两下，有风平浪静。侧面风。今天的风好像比风机轻勾破了，这样会拍那边拍到风景。没有，干净的。真的。因为刚刚那样子被风一吹啊，它的机体温度就下降，刚好降到一个平衡状态。那雪碰到它就弹走的状态，而不是雪碰到它小融一下粘在上面的状态。这个为什么没盖盖？下来，嗯。都会盖啊，这个也没盖、一开一关了、啊。奇怪，这个也没关。被风吹开的吗？那也太危险了吧。应该是盖起来比较不会被风乱吹吧。嗯，球那么多都没盖。他装疯，卖傻。这个也没盖，我头顶头痒哦。还有头顶痒。哎呀，快到了！我头顶超好，突然觉得头。
道你的习惯如何。就是套在手套上啊，套手套会自己拿着啊。穿雪板的，你说走掉的那个吗？他是巡山员。他背后有一个白色的绳子，他不是。有可能。那他应该控得住啊。那这样他的行为有点可怕。他这个要做到。他只要控得住就好。但是我觉得巡山员穿雪板会比较好。有此一说。